蓝色、白色、深蓝色，问你识唔识？欢迎大家收睇胡国酷频道，我系物理治疗师 Nana。上一集我哋就有讲到怀孕嘅妈妈要点样去面对腰酸背痛同埋水肿嘅问题，咁喺呢集咧就等我嚟教大家点样用嗰两个法宝，即系 maternity belt 同埋 compression stocking。首先要讲嘅就系孕妇腰带。我哋将最阔嘅部分放喺肚脐下边，将佢完全包住个肚，调整自己嘅舒适度，咁就得噶啦。接落嚟就系 compression stockings 啦。首先，我哋将个物卷起嚟到脚踭嘅位置，将上边嘅全部反翻晒出嚟，个脚板伸入去，慢慢拉到上去个大髀度。着上之后记得整平佢啊！睇起嚟系咪好简单呢？但系你试谂下，大肚淋淋嘅你要点样自己着上去啊？唔使担心噶，只要喺个 comment section 嗰度 tag 一 tag 你嘅亲爱的，咁咪 OK 咯。你净系需要摊住好似个皇后咁，等佢嚟服侍你就得噶啦。咁我哋要点样清理佢呢？其实好简单嘅啫。记得要用温和的清洁剂，攞手洗，跟住风干就得噶啦。千祈唔可以放入去洗衣机，或者系放喺太阳底下暴晒，咁样系会减少产品嘅寿命嘅。大家要记得啦 ，maternity belt 同埋 compression stocking 都应该喺活动嘅时间着，每日唔可以超过8个小时。瞓觉、休息或者系冲凉嗰阵都唔需要着噶。如果你有健康问题，安全起见应该咨询医生的意见。如果用了产品之后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就应该即刻向专业人士求助。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作品，可以 like 和 share 这条片给你身边的姊妹。记得要 tag 你的亲爱的，让他快快学起来，跟着可以帮你着啦。我是物理治疗师 Nana。嗱嗱声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胡国酷 support 啦！我哋下一集再见，拜拜。